刚刚转弯很危险的。怎么了吗？差点撞到你啊。然后呢？然后。怎么了？开路本能这样哦。啊？我说你这样转弯很危险。然后呢？撞到了吗？是还没啊。撞到了吗？还没。然后呢？瞬间回来过来。等你转弯这样好危险，是你想表达什么？你就是这样好危险。然后呢？这样而已啊。啊，你骑车很久了。我骑我的车道来吧，车道跟你来吧。爱到你吗？有没有爱到你？有没有妨碍到你啊？哪叫爱到你？叫警察来。好，叫警察来啦！撞到哈、哦，叫警察来啊！有违规吗？有撞到吗？有碰撞吗？回答。没有家人吗？啊，没有家人吗？问你屁事吗？如果没有家人，不好。问你屁事吗？有没有家人？注意你哦，注意你讲话态度哦，你注意你讲话态度哦。我这有没有家人？我没有家人关屁事哦。我跟你讲，这样有家人就好。是这样子，你就是这样讲话的吗？你爸妈这样教你的，是不是的？爸妈。然后呢？没爸妈都这样讲话，是不是的？啊？没有，爸妈都这样讲话，是不是的？叫警察来啦！这次见多啦。好，给你啦。欢迎有报案，我这边是林森路跟中庭路口，林森路跟中庭路口，发生行车纠纷。